12日，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出席非法合并案庭审后接受记者采访。국가경제를위해서열심히뛰겠습니다。韩国政府当天上午发布光复节特赦名单，决定在15日韩国光复节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乐天集团会长辛东斌等1693人进行赦免、减刑或恢复正常权益。범국가적경제위기극복이절실한상황인점을충분히고려하여적극적인기술투자와고용창출로국가의지속적인성장동력을주도하는주요경제인들에대한엄선된사면을통해서다시금경제발전에동참하는기회를부여함으로써경제위기극복의효과总统尹锡悦当天在上班途中的简约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赦免的重点在于恢复民生和经济。李在镕此前因贿赂前总统朴槿惠及其闺蜜崔顺实而被起诉，去年1月被判刑2年0.6个月，上月29日刑满，但出狱5年内限制就业的处罚尚未结束。不过，政界人士这次没有获得赦免。此前被认为有望获赦的前总统李明博、前庆尚南道道知事金庆洙等政界人士都不在特赦之列。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燕，韩国报道。